买贵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，你们偏是不听。就咱家那个晋和零添加的原浆醋啊，谁是花9.9买的一桶，那您可能是买贵了啊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下楼进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。厂家呢是9.9啊，给咱发一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.9给咱发一桶原浆醋啊，2.5升重啊，大概就是5斤装的。并且呢，咱家的款原浆醋啊，配料表干干净净啊，只有水、高粱、麸皮、大麦、豌豆、生盐啊，就这几样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拌个凉菜了、炒个热菜了、包个包子了、包个饺子了、腌个海鲜了，怎么搭配呢，都是非常好吃。咱家的款原浆醋呢，是中国醋多啊，山西省青石县啊生产的原浆醋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啊，都是纯粮酿造的原浆醋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。今天呢，老弟这下单，直接给您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！直接是8.9给咱发一桶原浆醋啊，2.5升重，大概就是5斤装的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，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8.9给咱发一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